我是左拉 ，I am Zola， 人们变了 Zola。你好，我是左拉，欢迎加我的新微信号。我的旧微信号在去年四月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被永久封禁了，后来一直注册不上，直到今年我换了一个新手机才完成新微信号的注册。我现在住在台湾花莲县瑞穗乡，瑞穗乡生产柚子、火龙果、香蕉、大米、槟榔、茶叶和菠萝，还有一个特产是瑞穗的牛奶。你可能听说过瑞穗鲜乳，也可能听说过瑞穗银行和瑞穗证券，但只有瑞穗鲜乳是跟我们花莲的瑞穗相关的，而瑞穗银行和瑞穗证券是日本的机构。我在瑞穗做影片、写文章，也做网站技术服务和新媒体营销方案，也做媒体咨询服务。如果你需要了解如何成名，以及偶然成名后怎么处理，怎么处理公共关系，企业如何做危机公关，欢迎跟我咨询。如果你遇到其他棘手的事件，有朋友推荐了我的话，我也会提供咨询顾问服务，通常是免费的服务。如果你愿意打赏，那也算是对我付出的劳动的尊重。如果你想学习亲自写作、亲自制作影片、亲自讲出故事，也欢迎跟我探讨。如果你遇到计算机和网络安全相关的问题，也欢迎跟我咨询解决方案。我是有15年经验的网络工程师，也是实战经验非常丰富的营销专家和媒体专家，也是盖蒂图片社的签约摄影师。总之，欢迎添加我为微信好友，以及收藏我的名片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最后，祝您生活愉快。我是左拉，感谢收看，欢迎订阅。